分钟海洋生物小知识。飞鱼，飞鱼长着长长的胸鳍，像鸟类的翅膀，但飞鱼游泳靠的不是胸鳍，而是尾鳍，这才是它们真正的发动机。它凭借流线体型可以在海中高速运动，进而跃出水面，在空中滑翔，看起来就像是会飞的鱼儿一样。